你好。那个狐狸它是活动的吗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碰上。然后景区这边呢也是有采取过一系列措施的，然后比如说就是请野生保护动物那边来捕捉，因为这个动物它是捕捉是比较困难的，如果它有在你附近活动避开它就可以了嘛，没有说它是会就是会袭击人呐、会伤人的，就是在那个能人市附近那里可能有一只或者是两只，其他区域没有。